鬼迷心窍，我们唱的时候呢要找到平静的心，怎么平静呢？哎，目光是直的啊，嘴巴稍微小一点，找到诉说的状态，还有这些小圆圈要着重加大音量去强调一下，还有这句话到我们的副歌了，要急换气，让我们试一下啊。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，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，斩了千次的情丝也断不了，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。